川是老竹编写的网络奇幻小说，描绘了一个独特奇妙的世界，神话般的西川大陆，帝都、和丘、远行、蓝城、帕伊、特兰，每一座雄伟的城市都有自己的英雄传说。人类、魔族、远东各族，血与火的交融，刀与剑的碰撞，名与利的交织，构成了庞大的史诗般的巨著。四川小说中庞大的世界观，东方的奇幻故事堪比指环王。据悉该剧将由慈文和上市影业联合开发，拟定的女主是赵丽颖，男主是张艺兴。之前赵丽颖的花千骨和楚乔传都是慈文影业出品的，也是合作了多次。其实之前楚乔传就涉嫌抄袭四川，现在正版来了，担心的就是特效了，因为之前是嘉行公司得到版权开发，所以一直都是说迪丽热巴可能出演女主。男主刚开始说的是张彬彬，都是嘉行艺人，后来说男主是张艺兴，合作迪丽热巴，现在男主未必，不知道热巴还能不能主演了。其实现在中国的特效并不差，只是花的时间和金钱太少了。